晚上的体坛观测站有高谈一颗哦，你知道吗？第二名的奖金有$2,250,000，但是拼命打到延长加赛才获得冠军，这奖金才$1,710,000耶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晚上9点打开 Eleven Sports 体育频道，有维尔主播陪你哦，答案就在里面，一定要看哦。